用艾莉可以飞很多次。我感觉起来流星应该也可以流星很多次才对啊。看起来是这样啊，因为流星这个技能，说不定我的虫子也吃流星啊。不卡了，不卡了，正常了。啊，先点这一招。啊，下去，艾莉是冲出去好几次，是很近的关系，所以艾莉可以冲出去好几次吗？啊，我们各种都试试看嘛。马尔扎哈也算是我很喜欢的一个角色，会叫虫子，会把人绑住。哦，那个 gank 很强，来，先试一下流星。就是这个版本，它的虫子弱了一点。有一版不知道为啥把它虫子砍成一滴血，很可怜。哦，对面是那个上路哦。这样流星到底要怎么打中它？好吧，看起来流星一开始的时候还没什么用，后面就不一样了。过来这里放个眼。虫虫现在只有一滴血，摸一下就嗝屁了。他是偷钱的吗？偷钱的钢骨朗赫。哇，被偷了，我被偷了。是我流星啦，惨了呢！但流星是没打中啊。人马来了，这个人马，跑掉了。流星没打中也是很正常的吧？这个开场的时候不太好打中啊，因为没什么 CC。但是我们的目标是在用大招的时候可以打中他，啊，还有后期出冰杖的时候，哇，那个疯狂流星！各位观众，后期疯狂流星雨啦！哦，痛痛痛痛痛痛痛！我从背后冲出来了。吓得我赶紧交出两招。哦，没事，我还有科技闪现的人马在下路。看来前面好像不好跟他玩呢。哇，三连捅！这种招式你都想得出来，有够邪恶！没想到我的观众有这么邪恶的人，我要回家了，回家补个魔力再出来跟你玩。买错了。还好补了这一趟，再加上我的海瑟斯，嘿，哇塞，他身上的补品也太多了吧？没事没事，这可是马尔扎哈。
把中路推一推，还是下路 gank 应该可以上六。我来喽，海克斯科技 gank。他屁股飞出来吓吓他们，这边是不是在听实况？哦，我也嗝屁啊。人马怎么在下面？人马是冲过头冲到下面去了是不是？好，很削很削，一个人头。好，我们在这里哦，来到下路直接双杀，那比数4-3了，巨大的优势。人马看刚刚那个姿势，应该是开过头飞下去了，被炸弹弹下来啊！哦，原来我临死之前要打到炸弹啊！上路要杀爆我，我们的上路，我们的上路看起来是已经快爆了，是我的虫虫 poke 啦。再来一次，然后人马在这，哇塞，虫子怎么不能过墙啊？中路不见了呢。改版了，哎，虫子是不能过墙的，真的不能过墙，哎呦，忍者没下来啊，忍者自己要嗝屁咯。冲啊，外冲冲哦，哎呦，中路没大啦，这个海克斯科技闪现什么时候会用到？想 gank 的时候就会用到啊。小猪猪，人马六等啊，快跑快跑，可以翻墙出来的时候就用到啦。跑掉了。人马跑去下路了，那我们中路再吃一波。还需要趴，嘿嘿嘿，快跑，人马要来了。
哦，我看你这下是真的死定了，瞬间爆炸。哎咻，嗯，玛雅达的拆塔还是挺快的嘛，虽然虫子比以前少了很多。对面真的很调皮耶、欸。好，回去买装备。哇哦！没有，海克斯科技闪现能闪过的地方可多了，从这里闪到这，从这里闪到这，还有从这里直接飞出来的哦，各式各样的玩法。但是我们在中路能闪的地方比较少了，顶多就闪进野区吧。是要打对面一个措手不及，比如说这个草丛有个眼，啊，这个时候你直接闪出来，就越过那个眼睛了。哇，达瑞文的大招飞过来了。人马还是中招嘞。刚刚有一场牛头人带这个效果就不差，哎，谢谢你的十块。人马真的来了，人马嗝屁了。艾莉不是艾莉，流星没有一直飞出去，CD 还是挺久的。剩的话，我倒是从来没有看过他下来。哇，三连同！看来是一直被达瑞文断吧。再吃一下野怪，他是来给我护盾的，其实他根本也不想下来吧。哦，别冲动啊！哎，墙壁太厚了，你看这个时候要是使用的是海克斯科技闪现啊，那就不一样了。哎呦，怎么突然变成普通的闪现了？不是，突然变成普通的闪现，我刚刚有一些些不习惯。哇，伊泽瑞尔打得这么不痛的，这还算是伊泽瑞尔吗？好，现在比数是13-7，下路已经推到这了，我来喽。大哥，我们接着可以疯狂推中了。人马，人马战机这么厉害啊！421，哦呦，我的虫虫被他吃掉了。伊泽瑞尔被抓了。
我们去抓上路吧。这个龙就送给他们了，直接把上塔给拆了。啊，看好啊！看到没有？各位观众，海克斯科技闪现，哈哈，屌打！哇，这下真的屌打了！对面那个巴德还想跟我玩玩呢。又有了。哦，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！啊！又杀了你！你看，这他不就吓到了吗？要是他人马没有来哦，或者人马刚好在下路，嗯，啊，不得了了，中路被单杀了。啊，虽然中路还是被单杀了。GB 刚我飞出来，他马上下到按橘子了。不过他晚按应该也是要死啊，因为他刚刚是，他刚刚是没有闪的，我那个虫子缓速就把他咬死了。他就算解了，还是得挂。好，去下路带一下。我等等从海克斯闪现从这里飞出来吧。哎，我的虫子怎么连野怪都打不死了？这样马尔扎还怎么打野怪啊？哇，海克斯闪现进 CD 咯。他 Q 我怎么还能把虫子顺便 Q 死？他吃橘子就按，他吃橘子的时候马尔扎他就可以补沉默了。其实马尔扎也还好，不是那么怕他，妥妥的。带走一个，带走两个，快抓起哦！啊，对，我把闪现用掉，我不就又有海克斯科技闪了吗？哆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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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。咋没了？哎呦，对面全部都来喽！别这样，兄弟。那小炮怎么死了？人马，你要去哪里？哇，痛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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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我教你用 R 吃兵了，怎么可能？这个一定是 J 黑啊！我以前在这个实况中就常说，伊泽瑞尔千万千万不要用 R 来吃兵啊，这会战少一招很难打了。是不是你们从来没有看过我用 R 在吃兵的嘛？那是不可能的。哎，这个家伙要死了，吃点兵好了。哦，进战斗就不能，海克是科技了。哇，海克是科技，原来不能在战斗时使用的。就只能开战用了。飞呀！可以吧，刚刚这个飞还行吧。哦，跑哦跑哦，危险的危险的，拿到八龙了。哎，拿死了。别啊，朋友！哇，对面吸掉了啊！我一个这个大招就带走了对面四个，可以。现在比数33-11，看来是要 GG 了。海克斯科技就是这样用的啦，可以闪过各大很肥的墙壁。你想从这里闪到这里哦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不要想那么多，这里闪到这里还可以。哇，对面要吸料料啊！对面这个战斗力应该是打不太过伊泽瑞尔。哎，其实中途可以调位置，哎，还以为只能一直朝同一边呢。哦，又学会了一招，海克斯科技，中途可以调位置。看他加入了军团，看不懂，我看不懂中文。死喽！哎，哎呦，这个有点尴尬。嗯，被奶起来了，买招啊！自己的闪现要好了呢。哇塞，直接嗝屁啦！烂配置。三连捅呢，
是不是彗星根本没那么屌啊？看一下我彗星打了多少。我们彗星这一场，才打2519哦，普通也是挺普通的。GG。好了，那今天我们的深夜福利场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。最后用了一架马尔扎哈，看来艾莉比较厉害。艾莉再不砍的话，彗星应该都是暂时比不上他了。那谢谢大家的收看，那今天就到这了，给大家吃个广告，来 host 别台喽。彗星到底要谁来用呢？就连马尔扎哈这样的角色，彗星都CD这么久了。看不到中文分类，看一下中文分类。